第三次对话，行动与成为的对话，第二章，创造的本质。预测未来的能力你当然带来了，不仅仅是你，所有来到这个世界的人也都带上了这个能力，只是你因为一直都相信你大脑病毒所告诉你的那个虚幻世界的体系，所以你把自己这个技能给屏蔽了。如果你真的想恢复，学完太傻天书的第五章谈话，那里面的内容就应该包括你如何恢复那个功能。不过你可能认为我拥有某种看到过去和未来的奇迹能力，而你自己还没有。太傻天书中反复说，太傻能做到的每一件事你都能做到，你和太傻本来一样，没有分别，只是太傻看不见虚幻，而你却执着于虚幻。看见过去和未来也是一样，你以为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这只是你自我的否定，就和你在有限的时间中否定自己的无限是一样的自我否定。这个预测未来的能力，它不是奇迹，而只是一个简单的能力而已。其实你现在每天也在用，就好像你刚才说的出门堵车，其实你早上不出门也知道路上也许堵车了，你还可以某种程度的想象出大概哪条路特别堵，哪条路也许不堵。这就是看到未来的能力，只是你看到的是很近的未来，而且你是用一种来自经验的推论预测的某种几率。你还知道不大可能哪条路100%的可能性一定堵，但是几率却很大。同样，太阳每天升起落下你也能预测，你还知道那是100%的几率，于是你称之为事实或者规律。但是本质上未来都是几率而已，不会有100%的未来，就连太阳升起也是一样的。任何未来和过去，只要是时间幻觉相关的，都是一种几率。你也许觉得过去是现实了，其实过去与未来一样，只要你没有观察过的，都是未知的几率。你现在的每一刻都是在同时影响你的过去和未来，于是你觉得所谓的预测的未来也好，外星人也好，大师也好，没有什么人能看得见100%的未来。未来本身并不存在，未来也不可能被创造，创造只能创造真实的事情，所以你只能在当下一刻创造。只是你现在的每一刻的创造都会对未来产生某种影响。然而未来虽然不可能被创造，未来却很容易被预测。你只要清空一下大脑的病毒，有足够清晰的思想和视野，你自然会在当下看到一切。我确实能预测出门堵车不堵车，但是这种基于经验的推测和预测未来的能力不是一回事吧？你还是直接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才能拥有这个能力呢？是要进行某种类似瑜伽一样的修炼，才能打开第三只眼睛吗？不要着急，在这一章你肯定会学到具体的不能再具体的锻炼方法。我现在是首先引导你看到那些真正阻碍你拥有这些本来能力的那些障碍，它们都是来自于你自己。不解决这个核心问题，那些技巧就算你知道了也是学不会的。你认为你是否具备一个能力是一个事实，有或者没有，但是这本身就是一种分离的观念。任何你认为的你和其他人的区别都是分离的思维模式。分离就是幻觉，如果你想突破这个幻觉，恢复你本来就拥有的能力，首先你要看到你给自己设置的障碍的本身是你认为自己没有，于是你没有，而不是你真的没有你才没有。你不可能具备你没有的能力，既然一切都没有区别，你和其他所有人的能力是完全相同的，区别只是你的幻觉罢了。所以你其实有这个能力，只是你的大脑病毒说服你屏蔽了它，还进一步的给你对这些能力的认知上加上种种限制和区别，诸如你刚才说的预测太阳升起和预测出门堵车，和你认为预测未来的能力不是一种能力，这仍旧是你的大脑病毒给你的预设观念罢了。就好像上一次谈话你对外星人的预设观念一样，他们都是你认识你自己的障碍。当然因为你还在幻觉中，因为你还是坚持地相信大脑病毒的那些道理，
所有老师总是要给学生一些引导和演示，学生才会真正的确信这个你也能做到，这就是老师的作用。然而就好像骑自行车和游泳，你看别人做多少次也没有自己尝试做一次来得容易，一旦你做到了，你会说其实一点都不难，这也是我告诉你的，一点都不难，谁都可以做到。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时候就谈到了剧本，我们现在可以深入一些来探讨，你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时间与几率，还有自己创造能力的实质。既然时间的幻觉是基于一个几率的假象，你肯定会问，那么到底是谁解决这个几率的呢？你肯定知道我将告诉你的答案，是的，是你自己决定这个几率。那个核心的问题是，你应该如何在当下一刻改变这些几率？我们也用这个问题来解决你堵车的困惑。好吧，我们不谈预测未来了，那当下一刻我该怎么做才能不经历堵车的事情呢？首先，我们还是要从你的思维方式入手。你现在的思维是认为诸如堵车不堵车的几率是一个现实，是由很多你无法确定的因素决定的，所以你出门基本是碰运气。而对你未来经历和遭遇这类问题，无论是大是小，你实质的观念也是类似碰运气的观点。也许你出门就特顺，也许会发生追尾事故，你一直也这样认为，这些几率这都不是你能决定的事情，而是一些你各种无法控制的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我出门不堵车是我决定的？那我肯定决定以后北京每天都不堵车了。记住我们以前讲很多次的意识决定经验的规律，堵车只是这个规律的一个现实应用的场景而已。你当然无法让北京不堵车，这是大众集体意识决定的，但是你自己每一刻的意识却会决定你自己未来遭遇的每一个堵车的环境。每一次出门之前，你的大脑其实不断地在琢磨这条路堵那条路不堵，你的大脑一旦开始选择，你也就放弃了自己创造的力量。记住，创造只在当下一刻，当下一刻是无需选择也无法选择的。同时一旦你开始选择，你肯定是在某种分离的思维模式中分辨好坏对错大小多少，这些分离模式的思维一样也会制造你的经验，于是你就会制造你自己未来即将遭遇的堵车或者不堵车的情况。不过你要是善于总结你的堵车的经验，你会很快地总结出那些你偶尔忘记了考虑这条路堵那条路不堵的时候，诸如你在琢磨下午开会的事情根本忘了去选择一条不堵的道路，而随便走上了一条道路的时候，这条路往往是不堵的，这就是无意识的创造。所谓的无意识的创造也是一种创造，它的原理是你因为大脑被另外一些事情占据，所以暂时无法去做选择，忘记了去分辨好坏对错大小多少，因此你也无意识中没有制造那些分离的体验，于是你就会自然地去创造和谐和丰裕的经验。其实如果你真的从第一次谈话到现在都专心地做第一次谈话教给你的那个清空大脑的练习，你现在早就会感觉到生活已经发生完全的改变了。只要你不给大脑病毒制造你生活中麻烦的机会，你生活就会被自然的创造。注意，这不是什么随机的创造，富裕、丰盛、顺利和和谐是你本来的样子，你就算无意识的创造也只会创造你本来就有的那些东西，不可能创造出你没有的东西。你也许会觉得这很不可思议，为何一个人尝试做正确的选择，不断地试图去趋利避害，却总是会遭遇最麻烦的境况？而一个人忘记了选择，在无意识中却可以创造一切，这和你希望或者观察到的世界是完全颠倒的。可是这种颠倒不就是我们在上一次就反复讲解的，这个世界的觉知本来就是完全颠倒的吗？既然无意识创造是真实规律的一部分，那么你就肯定会在生活中反复观察到实际的证明，
而类似的情况确实很多。例如，有的人几乎从来不在乎挣钱的事情，他们有自己真正关注的重点，例如创造、艺术、科技。这些人也因为专注于自己的领域，而没有那种钱花完了怎么办之类的恐惧。这些人几乎毫无疑问是富裕的。然而，世界往往对他们富裕的认识方式是，他们有一些具体的才能，知道如何做正确的事情，才能获得富裕的生活。这反而是一种因果颠倒的考虑。你觉得巴菲特、比特盖茨那种人是每天琢磨怎么赚钱，经常看其他人的成功秘籍，不错过任何一个成为富翁的机会，然后才成为富翁的吗？相反，那些每天琢磨着怎么赚钱，生怕错过每一个赚钱机会的人，在每一个得失问题上患得患失、斤斤计较的人，这些人反而肯定毫无疑问是贫穷的。即使偶尔富裕了，最终也会贫穷。同样的情况有很多，诸如一个富翁绝对不会看所谓的成功学秘籍，一个美女也肯定不会比较哪个化妆品能让自己变得更美。越是觉得爱情婚姻无所谓的人，越容易找到自己最合适的一半。这些都是无意识的创造。但是相反，在各种问题上不断的追逐、计较、分析、比较的那些人，肯定毫无疑问的在那些事物上会体验到更多的矛盾和匮乏的人。这就是意识创造经验的规律无处不在的体现。你其实可以从所有的领域观察到这个规律的运作，无论是疾病、战争、文化、科技、宗教、文学，无论哪个领域，这都是无可否认的规律。不管你是不是承认它，也不管你是不是意识到它，思想无意识创造的本质和有意识创造的本质是完全相同的。你不可能通过想要和选择来创造，所有你意识的追逐只会强调缺乏和制造问题。你只能通过不想和不选择，因为你不想、不琢磨、不去选择的时候，你在那些事情上反而是用自己真实的本性在创造。而创造本身只可能创造丰盛、顺利和快乐，因为这是事物本来的样子。而一旦当你开始追逐、开始比较、开始趋利避害的时候，你其实也是在你的思维中恐惧缺乏。最终你的恐惧只会给你制造现实生活中缺乏的现实。你可以记住，任何恐惧存在的地方，任何选择存在的地方，你必然体验匮乏和困境。这个创造规律看似简单，事实上是所有你现实经验的本质。从你体验堵车，到你创造的财富，到你情感的什么危机，都是完全一致的。最终，如果你希望掌握完整的创造能力，你必须首先明确最核心的那个问题：你认为你的现实是谁创造的？到底是你自己创造了你的现实，还是别人在创造你的现实呢？我当然是认为我的生活是我自己创造的，我一直努力创造幸福生活的。虽然有一些生活中的事情我无法控制，但是大部分的问题上我都会努力地解决问题，并自己创造自己的成功和幸福的。你的说法几乎是所有人对自己创造力的认识模式。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幸福和成功的创造力，但是又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创造的，有些事情却是不能创造的。而那些不能创造的、不能被一个人控制的部分，就是你所说的生活中的问题、矛盾和恐惧的来源。但是你这样的想法的本质，恰恰是在否定你真正的创造力。你并不是你想象中以为的那样，认为大部分生活都是自己创造的。恰恰相反，你现在所有的思维方式、所说的、所做的，都是在表达你认为大部分的经历都不是由你决定的。每当你的大脑开始思考、分析、判断你生活中所谓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的时候，你都是在根据经验做趋利避害的选择，而这些都是对你创造力的否定。一个真正认为自己生活大部分是自己创造的人，是很少做任何趋利避害的考虑和基于分离的选择的。一旦你还相信外在的好坏是存在的，一旦你在生活中还是在选择的，你就是在承认你没有创造力，你也无法在那些环境中进行创造的。
这个世界几乎所有人思维模式中的普遍观念和你刚才表述的是一样的。虽然有些事情可以被自己创造，大部分现实的经历是随机而无法控制的，就好像赌车一样，某种不知名的外在力量编写了我生活的剧本。这个力量也许是上帝，也许是根本不被我控制的某种复杂体系，也许根本就没有这种力量，只是像抛硬币一样的随机遭遇。这就是那些每个人觉得自己由外在力量决定的东西在造就一个人向外的追逐、渴望和恐惧。而一个完全的认识思维创造现实的规律的人，是不会去向外追逐任何事物的，也不会陷入任何的恐惧和渴望。例如，你现在还认为赌车是不由自己决定的，赚钱是可以由自己努力而获得的，这样的思维并不是完全创造力的表达，而是你没有创造力，你的生活可能会被外在力量所控制的内在恐惧的表达。而这正是恐惧，这些你认为无法决定的事情，却恰恰是制造你生活中各种矛盾问题的思维的根源。这种思想的本质是你在分离的思维模式下对自我真实价值的自我否定，而这种思想是你丧失一切创造力的根本。泰闪的生活原则描述的是完全创造力之下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强调的不是一边成为创造者又一边成为受害者，它描述的是一个完整的创造者如何创造自己完全的经验。这就是理解一切、接受一切、创造一切的根本的核心，是在一切环境中去理解、接受、创造。太傻天书反复说，你是无限的，你就是奇迹，你生活的一切经历也都是奇迹，这些话从来都不是比喻。如果你不能完全的接受它们，你是根本无法恢复你真正的创造力和能力的，你会好像不断经历堵车一样的经历各种矛盾和问题，而这些都是你自己的恐惧制造的麻烦而已。虽然我觉得你讲得很有道理，但是我还是觉得难以接受。你说我经历堵车是因为我自己对堵车的疑虑和选择导致的，我还能勉强理解，但是难道我生活中发生的那些激烈的矛盾的问题，诸如投资被套牢、创业失败、工作中经历的那些动荡，难道也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吗？确实每个人都会对这些事情有恐惧，那么只要我们不再琢磨那些分离了，不再进入那些疑虑和恐惧，也就不会再经历那些不好的事情了吗？对吗？注意，你这是一个循环的思维，如果你真的不琢磨分离了，你就不会再说经历那些不好的这样的话。一旦你的思想中还有堵车不好、不堵车好的思维模式存在，你就会不断地经历堵车和不堵车的苦乐。同时，在和谐的创造和问题的制造上是没有大小多少的。你也许会觉得堵车是个小事，不算什么苦乐，忍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大到战争、国家危机，小到你随便点开一个网页的时候的感觉，你都在时刻创造着你生活中的每一刻。分离就是分离，无论是哪种分离的形式，都是一样的在制造问题和矛盾。如果你觉得太傻天书只用来解决什么世界危机、民族矛盾、创造富裕和创造伟大的作品，而不用管那些生活的无处不在的小问题，你本身就是还在分离的思维中，而且和一般人想的完全相反的是，从来不是那些大的、每个人都关注的那些善恶好坏造就的每个人生活和世界，恰恰是每个人认为无关紧要的堵车呀、饮食呀、每天的工作和人际交往中的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在实质性的决定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经历部分。注意，意识创造规律既然是无所不在的，你平时每一刻思维中的小小分离模式也同样在制造问题。而且你回想一下，你现实的生活到底是每天进入那些小小的分离思维的时间多，还是去琢磨那些看似比较大的麻烦、问题、矛盾的时间多？同样，如果你希望恢复你真实的创造力和完全的走出分离的思维模式，你只在那些看似比较重要的问题中去消除分离是没有意义的。你只有在你生活的每一个环境中去运行我们上次教导的反义词锻炼，
去在更多的生活细微环境处于当下一刻的合一，你才可能真正的消除那些无处不在的控制你生活的那些分离的部分。也只有当你根本不在乎堵车或者不堵车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外在的事情并没有变化，这个世界还是在堵车，有的路也许更堵，有的路也许畅通。你已经某种程度从一个思维模式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了，就好像你走在路上根本不知道旁边的那些商店里的每一个柜台都在发生着某种交易或者争吵，也不会在意路边花坛里面某群蚂蚁正在发生世界大战一样。你知道也许存在，但是那些根本与你无关，你根本不会去觉察到，它们即使发生或者不发生，对你都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你能处于这种思维模式下，你会发现你因为根本意识不到堵车或者不堵车的问题，你也因此根本不会再去经历任何的拥堵了。也许你觉得这是根本做不到的，你怎么可能明明在堵车而不知道在堵车呢？其实你每天都在这么做类似的事情，你的大脑只能注意到少数的几件事情，大部分其他的事情都被你忽略了。你也许会经常有一些类似的感觉，当你专注于某个事情，一直在研究或者分析的时候，有人走进你的办公室说：哇，真热啊，你怎么不开空调呀？你才突然意识到原来真的是这样，自己不仅仅没发现，身上连一滴汗都没有，别人却已经汗流浃背了。这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处于差别中却观察不到分离。你看到的仅仅是你自己的真相，其他一切的幻觉都与你没有关系，他们也不会再束缚你。可是这怎么听起来像某种心理暗示的教程啊？我以前读过类似教导技巧的书籍，诸如在美国很流行的秘密、硅谷密码之类的，都是讲类似吸引力的原则，说只要你想到堵车就会经历堵车，你如果能一直不想堵车就不会经历堵车。我一直觉得这就是瞎扯，怎么你说的意识创造原则听起来那么像啊？你说的秘密和类似教导意识吸引力原则的书所描述的吸引力原则本身确实是一种意识规律，可是这类书从作者写作到开始教导的焦点都是如何去用意识创造力的法则去追求所谓的财富、成功或者解决什么问题之类的。一个读者从一开始读这本书的动力开始，他们就已经陷入分离的追逐了。在分离中你是不可能创造任何事物的，所以就算这类书籍描述的原理是存在的，但是却在错误的领域用错误的方式使用这些方法，最后当然不会达到什么效果。这就好像一个人看鸟会飞，于是自己也做了一对翅膀学鸟飞一样，原理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却不是这么用的。所谓意识吸引力原则的正确表述，其实就是太傻天书中说的，你是什么就会经历什么，你不可能经历任何你不是的，你只能经历你自己。任何的真实规律都不可能在分离的幻觉的领域实现。如果你用这种吸引力法则尝试去吸引什么财富或者成功，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吸引更多的是贫穷的恐惧和失败的焦虑。记住，这本书所教导的所有的创造力、奇迹之类的真实规律，都不可能运用于分离的领域，诸如堵车与不堵车、成功与失败、美丽与丑陋，这些本身是一个分离。分离一旦发生，它们就是同时存在的。你不可能只想不堵车而不想堵车。你在分离的世界，你在思维中坚持于任何一个分离元素，其实都是在同时强化相反的那部分力量。就算你坚定地相信成功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同样坚定地恐惧失败。真正会成功的人对成功与不成功根本无所谓，他们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已。一个追逐美丽的人最后肯定离美丽越来越远，真正美丽的人，美丽只是他固有的一部分，他几乎从来不会考虑自己美不美和如何能变得更美的问题。同样，你越是寻找不堵车的道路，你最后肯定会堵，而当你忘记堵车和不堵车的时候，你往往会顺利地到达目的地。
意识创造原则的核心是首先走出分离的追逐，然后在当下的合一中创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讲太傻生活原则之前要花整整一章来讲分离的幻觉。你不理解分离是如何制造问题的，你根本不可能创造任何东西。最后，你不管学会多么有用的真理，不理解分离，你无论做什么都是在强化你的分离。最后，你的结局肯定是在分离的追逐和恐惧中误用这些真理。同样的，未来在第六章我们讲奇迹原则的时候一样会说，奇迹只能在太傻指导下在无意识中发生，因为意识本身实际就是分离的一部分。你想做的事情肯定是做不到的，只有你不去想了，在当下的合一中接受你本来的样子，奇迹才会发生。这也是太傻天书和其他的诸如讲解类似创造生活的心理暗示技巧的书籍的区别。你不可能在不理解规律的情况下做任何创造的，这就好像你不可能不学加减乘除就会微积分算术。所以就算有些枯燥，我们还是得先讲分离的思维模式，才能再讲选择和创造的问题。我不能靠着头脑里全部是成功而显化成功，女人也不能靠着只想着美丽于是变得更美丽呢？难道我忘记了还有成功美丽这回事儿，就会拥有成功和美丽了吗？这听起来好像根本没法做到吧。如果我不想着这些事情，我又怎么创造呢？那不是像一个猴子弹钢琴什么都不想，难道最后会弹出莫扎特吗？难道莫扎特创造天才般的交响乐不是他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创作出来的吗？如果不去想，难道会自己在梦里写出来吗？并不是让你忘记成功，就好像我没法让你忘记堵车一样。消除分离的意思是，你看到所谓的成功与不成功的分离只是一种幻觉，它对你一点都不重要，就好像堵车与不堵车一点都不重要一样。你会觉得路边蚂蚁大战很重要吗？其实那些事情和所谓的成功、美丽和堵车都是完全一样的。你之所以会觉得一件事情很重要，并不是因为那个事情真的重要，而只是你的大脑的预设观念，因为周围大部分人都在追逐那些事情，于是你也去追逐。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去追逐，不是吗？当然，如何在合一中有意识的创造，这是我们第五章会详细分析和教导的创造力原则的部分。不过我们可以先简单的说一下，你可以有一个框架性的概念。不过这里面和认识分离、理解现实生活的原则一样，不是简单知道原理就可以马上知道如何在所有领域应用。这就好像你不可能学会了一两个金融的基本原理就可以掌握金融的一切工具一样。当然，一切工具确实是从中延伸出来的，但是你却必须一步步的去掌握。千万不要了解了一些皮毛，知道了所谓的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秘诀，就觉得自己可以掌握一切了。我刚才说过，意识吸引力原则确实是某种规律，但是分离的思维模式却是这些规律应用上的阻碍。真正的阻碍你生活中显化你思想中的那些想象的，并不是分离的想象本身，而是你自己大脑思维的混乱。这种混乱用更形象的说法，就是大部分时候你的大脑基本是一团浆糊，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想些什么。如果你思想是一团浆糊，那你只会制造一团浆糊的生活。就好像你说的富裕，如果你真的能将95%的自己的思想部分都用于富裕的内容充满，不去考虑任何的贫穷和得失的问题吗？如果你真的有这种专注力，你肯定会在你的生活中轻松地显化富裕。但是你真的做得到吗？大部分人刚刚想象了一下自己富裕的样子，然后又去和旁边的人讨价还价，或者计较到底哪个更便宜哪个贵了。真正富裕的人会去计较那些一毛三分钱谁亏谁赚的事情吗？如果你回忆一下自己曾经实践诸如吸引力法则的那些过程，你就会发现，你一天充其量想起这个事情3-4次，每次估计也就专心地想7-8分钟，你确实是在锻炼，或者想象自己是富裕的，而你生活的其他时候呢？你其实无时无刻不在接触这些主题，
但你忧虑钱是不够用啊，挑选东西的时候找便宜的实用的呀，琢磨现在油价到底为什么这么贵呀，这些思想本质都是匮乏的、渴望的和比较的。这些比较都在说明你并不富裕，你也不觉得自己是真的富裕。最后你会发现，即使你知道吸引力创造的原则，你因为无法控制你大脑的胡思乱想，即使你下定决心90%的时间都在想富裕，而实际情况是90%的时间都在想匮乏，只有10%的时间是在想富裕，最后你生活显化的当然是匮乏了。当然一些意识锻炼者会有很多所谓的技巧去刺激自己，在更多的时刻把意识集中于某个所谓正面的一端，比如渴望美丽的人会用一些化妆品，越贵的化妆品似乎更有效，人们会某种程度地说服自己，只要用了护肤品就能变美丽，于是会有一种错觉，用了之后真的美丽了。但是用这种方式和类似方式的人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美丽的，因为分离的特征是继续分离，你很快就会觉得其实那个化妆品的效果不够，所以你还是不够美，于是再陷入自己的其实不够美的思维模式中。大多数人的现实是，不管你理解或者不理解创造的原则，实际上他们都并不了解自己的大脑，他们以为自己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其实他们只是不愿意正视自己的思想其实是多么的分离和杂乱。所以类似单纯的练习控制意识和显化分离一端这样的努力，尽管原理正确，最后几乎都无一例外的失败。当然我说的是几乎，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不少累积的巨大财富和惊人美丽的人，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在思想中从不忧虑自己的财富和美丽的那些人，但是也有极少一部分人通过某些途径让自己忧虑和恐惧转化了某种控制力量，从而将意志集中于分离的一端，从而显化财富的积累。这是追求分离控制道路少数人会特别重视的部分，就是注意力集中的锻炼。你没有一种强而有力的集中的注意力，在大脑混乱东想想西想想的状态，不管是合一还是分离，都是不可能创造任何的事情的。但是基于分离的控制的意识显化，可不是所谓你一两分钟集中注意力可以实现的，这条道路可比在合一中接受事物本来的样子要困难得多。你必须经过长时间的锻炼，能让95%的意识集中在某个分离的一面，你才能实现真正基于分离的创造。但是即使那种创造也是对创造能量的误用，即使能创造出某种看起来有着光辉灿烂外表的事物，但其内在的分离和矛盾却会让这些造物最终崩溃。所以你要注意，控制分离情绪和转化恐惧的道路并不是这本书教导的道路，也不是合一的道路，而是极端的分离的道路。这条道路会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并且很少有人真的在这条路上走到太傻道路的第一步上去，大多数人还没走上第一步就在矛盾中崩溃了，诸如希特勒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样很多历史上的暴君独裁者也是同样追求分离和控制的道路，即使追求那条道路的人看似他们有坚定的意志、强大的自我控制力和资源的操纵力，还有办法让所有人疯狂地献出自己的力量，但是他们自己必然会陷入更深刻的分离的冲突和内在的迷茫，最终控制的道路只会导致矛盾的爆发。整个人类最近6000年的历史上，在那条追逐分离和控制的道路上成功地走上太傻第二步的人还不超过1000个，而通过合一道路有意识地走上太傻道路第二步的却有几十万。追逐分离的道路尽管可以走通，但那是一条无比狭窄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如果你不理解分离，不理解爱，单纯地为了获得力量，为了控制恐惧，为了获得财富或者权力而使用意识吸引力法则，你是在走上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你走向沙漠的中心，而不是走向自由和无限。当然关于在合一的意识中如何有效的创造，这是我们第5次谈话要用整整一章来谈的内容。在下一次谈话中，我们还必须打好关于真实的力量的基础，
这样才能完整的描述创造的过程。听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看过的一部电影《星球大战》，里面似乎也有类似的对话。本来追求光明力量的维达，在经历失去爱人的恐惧的时候，黑暗的君王告诉他，感受自己的愤怒，去控制它，你就会获得力量。这是你说的那种走向沙漠中心的道路吗？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黑暗力量吗？是不是星球大战也真实发生过，在另外的时空的故事？是的，确实有黑暗力量，但称之为黑暗，却是一种分离的偏向。追逐分离尽管是一条狭窄的道路，但是它们还是一条主路，而不是岔道。通过这条道路一样可以走向太傻。不过你不用对所谓的追求分离的力量有什么恐惧。现在这个世界绝大部分的商业、政府、个人生活都是在这种分离的力量控制着。我们上一次谈话就谈过，几乎绝大部分人对世界的认识都是主要以追逐分离为主的，和希特勒那样追逐到沙漠核心的人其实没有区别。如果你要说追逐分离是黑暗力量，那绝大部分人身上黑暗的分离的部分都是要大于合一的光明那部分的。注意，在这个宇宙中，自由意志是核心规律。既然我们说理解一切，接受一切，那么这种一切当然包括分离，当然也包括黑暗，当然包括掠夺别人的爱，散播恐惧来获得力量的方式。这并不是错误，也不是邪恶，没有对错，没有好坏，那只是一种自由意志的表达方式，只是他们并不能真的得到那些追逐和操控渴望的最后的目标而已。不过那部电影里面，抛开那些英雄主义的情节，确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细节，都是在描述真实的规律。电影里有一句绝地武士互相祝福的话，力量与你同在。其实那句话本来不是那样的，后来被改编了。真实的绝地武士的祝福是爱与你同在。当然，既然爱是唯一真实的力量，力量与你同在也一样可以接受的，只不过不会引起人的误解。因为这个世界大部分人认为力量不是爱，是暴力，是武力。当然，这些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道路的问题不是我们在这一章的主题。在第七章，我们会具体而详细地阐述每一条道路各自的风景、各自的优劣和将遭遇的问题。你会看到这个宇宙是绝对公平和平衡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具体分析吧。好吧，我们确实又把话题岔远了。我们不是在谈堵车的问题吗？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我觉得你说的还是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就算我不知道堵车和不堵车分离的区别，我也只不再意识到堵车和不堵车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我确实有事情要按时到公司，我怎么保证按时到呀？就好像你说的，如果你根本不知道堵车的存在，难道就不会经历堵车了吗？当然不是，你肯定还会经历堵车。就好像你即使不意识到你的花园里面蚂蚁正在进行一场生死大战，那场大战事实上还是在进行的。你肯定觉得这其实还是自我暗示。其实对于我来说，你如果真的想解决可能因为堵车而迟到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么做，早出来半个小时就是啦。啊，就这样解决？好啦，只是和你开个玩笑而已，别那么一副被骗了多少次的感觉。不过很多类似心理暗示技巧的书的本质却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与其费力地去用什么吸引力法则锻炼几十年去获得那种基于分离的创造力，还不如早半个小时出门呢。当然这肯定不是太傻天书给你的教导，我们只是在一步步的深入而已。当我们谈到走出分离的时候，根本的目标是摆脱大脑病毒对你的束缚。但是不是简单的摆脱束缚了，不想那些事情了，就自然觉悟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一棒子把你打成白痴，你大脑没了，不就完全觉悟了吗？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呢？本章魔法基础练习，当下一刻的练习。当下一刻练习的本质是不断地跳出大脑与思维对时间模式的依赖。在当下，你已经是完整的，已经是觉醒的，已经是开悟的。在当下，你不需要思考，不用去选择。在当下，你就是太傻，你就是合一，你就是无限。
这些都是时间之外的存在模式。所有的智慧都只能在当下获得，所有的魔法都只能在当下施展。在当下，感觉与太傻合一，让自己成为太傻，是当下锻炼最强有力的模式。你就是行走在世间的神邸，你就是太傻在这个世界的显化。正确对时间的使用模式是，只在当下一刻成为自己，无需思考，无需选择，无需追逐。你能想象这种不依赖时间，不依赖大脑，所谓经验的生活吗？你在欣赏音乐的时候会去期待下一个音符是什么吗？你会去判断每个音符的好坏对错，善恶成败吗？你没有思考，你仅仅是在欣赏，让音乐像流水一样流过你，这就是当下的感觉。记住这种感觉，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当下一刻的力量。你生活的每一刻都可以处于这种当下，这也是一种行动中的冥想。你的大脑停止，所谓分离的思想被清空，大脑病毒也因为失去养料而慢慢死亡。当下一刻是一个强有力的时间幻觉的清理工具，只有当下一刻是真实的，过去和未来都是虚幻的。追逐任何过去的经验，未来的变化都只是制造麻烦和矛盾而已。而我们所教导的无需选择，我不知道，没有区别，放下期待，不必恐惧，这些教导的本质都是教你如何不考虑过去未来而活在当下一刻的具体技巧。同时你还需要注意这次谈话的一个核心，这个要点是贯穿这次谈话从头到尾的主题，那就是时间的幻觉。时间是所有分离的基础，因为你相信时间，所以你相信了分离。如果只有当下一刻，你怎么会有好坏对错、善恶成败这种基于分离的观念呢？当我们不断地说没有区别、无需选择、当下一刻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提醒你，只有现在、此刻是真实的，其他一切、过去、未来、好坏对错，都只是一个幻觉而已。